我们坐着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进去帮你找阿嬷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你很喜欢吃巧克力哦，但是小朋友不能吃太多，会蛀牙。嗯。那你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爸爸叫郑德龙，妈妈叫秦家芬。秦家芬？ 秦家芬也好心哦，给你挂个电话。 我即摆咧无闲，你看我只卡啊！等等，你是不是在找恁后生？你讲啥？我讲恁后生是不是叫做宽宽？你哪知啊？伊找无阿嬷，即摆伫我边仔啦，跟我做伙。你即摆伫迄度？阮伫咧新山公园。喂喂。嗯。 快！妈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你怎么没有牵好爸爸跟阿妈的手乱跑？你知道我们很担心，你这样很不乖哎。你也知啊，是宽宽家己走无去啊，无得靠是阿妈甲爸爸无甲顾好啊。真多谢你的照顾，啊，不过我即摆咧教囡仔，若是后过跟胖起起来怎？ 下次不肯再乱，你就乱跑，我就生气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郑奕宽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要发火。我不要妈妈，我爸爸，我阿妈。好了好了，坤坤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妈妈不抱，叔叔抱。 叔叔抱，叔叔抱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陈成功，你在创啥？我即摆教囡仔嘞。哦，我知影你要讲啥，你是不是要讲哦？囡仔若头面马上甲抱，安尼以后较独立，对不？你知影你要改抱。啊，我即摆讲话紧动唔对啊。教囡仔哦，若无较亲密接受，以后颠倒会较无安全感，嘛较会惊骗去。你若是靠，你就改抱。你以后会用这种方法来威胁大人。囡仔靠，你都唔敢抱，你毋是同款的威胁？ 宽宽，不要哭。你听叔叔说哈，妈妈刚才凶你啊，是因为妈妈担心你害怕，你不见了，所以你要让妈妈安心。那你应该怎么跟妈妈说？妈妈，以后我不会乱跑了。下次就不要再乱跑，知道吗？嗯。 宽宽，你喜不喜欢吃棒棒糖？那你看我变一个魔术哦，嗯，你看我的手，看我的手，看我的手，看那边，要看那边啦，你看那边啦，哈哈哈哈哈，对了，谢谢叔叔。宽宽，那我们回家了，走。宽宽。嗯。 拜拜，妈妈，哦，能不能晚一点回家？我想再跟叔叔玩一下。可是叔叔还有其他事情，我们先回家。嗯，走。宽宽，叔叔还可以陪你再玩一下下，但是不能太久哦。耶，走，走。啊！降龙十八掌！哇！快快启动！ 奥特光速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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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换我单轨，我抓你！哇！别跑！别跑！别跑！啊！你敢那对囡仔就有办法嘞？你做爸爸？安怎？我看起来敢无想做爸爸？无想。啊，是讲你结婚啊？那有可能啊？谁会嫁我这款小职员？我只是感觉哦，甲囡仔耍的时阵，上加幸福。而且哦，囡仔愈来愈大，这款机会嘛愈来愈少。啊，不过今仔日真多谢你。我真久无看到看看哦，这么欢喜啊！对啦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问你。我来感觉宽宽甲伊阿妈较亲啊，伊拢一直要找阿妈。你若无想要讲，无紧啊。宽宽自从我做回来了后，就是阿妈咧带，甲阿妈较亲。我离婚了后，监护权就判给因爸爸，我甲因嘛愈来愈熟啦。哎，阿婶，我唔知影。唔要紧啊，我嘛一直想讲要安怎修补我甲宽宽的关系。我感觉你对囡仔就有办法，你敢应教我？这哪有啥啦？只要你愿意找时间陪因哦，自然就有感情啊。你莫看安尼，我细汉时阵哦，嘛是囡仔头王的。我即摆若有时间哦，嘛可以带小朋友夏令营，甚至去育幼院陪因耍。你搞兄弟姐妹？无啊，啊不过甲其他人比起来，我已经算足好运了。阿仔，喂，你是伫倒啦？哪办？搭车？啊，坐坐去啊。我家己去餐厅，好，先安尼。所长，歹势啦，我今日佮同学会，我先来去。你妈安尼讲啦，是我耽误你的时间。快快，来。叔叔要回去了。宽宽，叔叔要先去忙了，我下次再陪你玩好不好？叔叔，拜拜。我先去。快去，小心一点哦。